佳佳，你看，我有替你好一个名，叫做佳佳的婆妈揪团购。等下啊，放伫后壁做背板。好是好啦，啊，不过今日是我头一摆直播呢。我惊我等下哦，搁讲唔对话。哎呦，别闹啦，我今麦就紧张的啦。没啊，我这边好紧张诶。哇，妈，快点啊！我规身躯不管是穿的还是怪，拢是名牌，贵气逼人。所以放心，我这贵妇婆婆陪你做直播，真无假。够我啊！我这女强人妈咪做你的靠山，就算讲你讲唔对，妈咪嘛我都马上给你拗过来，免惊做你讲。哇！我的两位妈妈，你哪会穿甲这么水啦？真正是金光闪闪，闪不到我的目睭哦，拢要白白金啊！哦，足水的，足水的。那是因为我个人较喜欢低调的奢华，啊，不过偏偏咱都有人唔捌会，佮无礼貌，竟然讲我过时无人气，所以我决定今仔日要佮高调起来。你只不过吼是穿甲金光闪闪安尼尔啦，啊，当作家己敢若足高贵的，你若甲这个名牌拢腾腾起来哦，啥物拢唔是啊？我穿存我，人我本身哦就是名牌，我若就这手指破咧，衫甲脱落来哦。哦妈，你千万唔通啊！你甲衫脱落来哦，没关系。嘿，歹势哦，嘿，你家己的查某囝讲，我无讲哦。无啦妈，我唔是这个意思啦。啊，你安尼哦，尺度太大，袂当直播啦。你哦。我跟你讲哦，亲嘛，今仔日的主场吼是阮佳佳哦，你唔通哦想抢风头哦。啊，话讲到转来啦，要讲到行销包装哦，我本身哦是伫咧开传播公司的，啊那宣传哦我是专门的啦。嘿，今仔日哦，就看我伴娘的表现啦。那别行我唔敢讲啦，啊不过今仔日是要让大家了解。贵妇的日常生活呢，当然嘛是爱看我的，对不对？再来一个哦，爱把迄直播的画面放起咧我的社群软体，我要让迄个目睭烫烫的查某哦看清楚我贵妇君的软实力。行。佳佳的婆妈揪团购，头一摆直播，竟然讲到婆婆妈妈，那呢我都要介绍我的婆婆干妈妈，大家用上热情的掌声欢迎！嘿，大家好，我是佳佳的婆婆魏富君。大家好啊，那我吼是佳佳的妈妈啦哈，我是吼迄种的嘿。板娘真呐，太犀啦哦！恁看啦，我婆婆是豪门贵妇，啊，我的妈妈是家己开公司的女强人。今日我的主题就是开始讲想要去旅游，要安怎才会当升级？大家拢就想要知影，对不？啊，那旅游哦，唔免问别人，问我就对啊。走走走，请他讲，你知不？因为虽然我唔是啥物旅游达人，啊，不过阮家家己就是开饭店的啊，所以我常常吼拢爱出国去考察、去观光，大家互相比较、求进步嘛，对不？所以我常常拢爱去大饭店享受一下。无唔对，无唔对啦！咱查某人吼，唔管活到几岁吼，一定要爱惜家己哦吼。啊，找一个时间啊，互家己放假休困一下啊，看是要找闺蜜啊，找查某囝，甚至哦找迄
看无啥会顺眼的，钱唔爱用的啦。大家少少哦，来去饭店哦，带一个两天一夜轻旅行哦。哦，啊好享受一个啊无十波人的世界哦。哦，迄心情会当放轻松，啊，佫会当养颜美容的，啊，维持迄个青春啦、啊，嘿，有够快乐的，效果偌好，你敢知？哎呦，两公一枚，照原价，拍八五折哦，三公两枚，照原价，拍几折？七九折，安尼有拍到骨折无？恁大家讲好唔好？我若头一个报名吼，我要指名叫贵妇君陪我斗阵去，安尼你敢答应无？我当然嘛敢答应，既然你敢出招啊，对无？我要加码，我要加码，加码，听好，听好，前500名，500名了哦。你若买阮饭店的住宿券，我决定要加送恁一份。精美早餐，你讲好无？哇！真正有够赞的，观众朋友，你都要紧唱哦！你敢知影，富贵饭店的头家哦是单身哦，搁唔捌咧拍折哦，这个时间啊，这是一个足好的机会呢，你足难得的哦！我跟你讲，你卡手较紧哦，啊，若无紧哦，手无你唔通怪我哦，我袂跟你讲啊，我即马哦要紧来报名。对啦对啦。那就需要的朋友赶紧在线上购买咱的特惠专案住宿券，一定哦有专人跟你联络，多谢你们的。啊，今日直播的效果敢有好啊？反应袂歹呢，而且啊，网络顶关哦，足侪人在看的，同一个时间5000多在看嘞。伊拢在问你贵妇君还佫有伴娘这个问题哦，看起来哦，伊拢对个。豪门的八卦，还有演艺界的秘密，都这么清楚。佳佳，啊，住宿券一起增加，咱今仔日哦，业绩达标。哇，想袂到，找婆婆妈妈好过这尼好，哦，咋知影哦？就较早家己找来，跟我直播啦。本来就是啊，你看，因两个哦，今麦只有家己的舞台，还恢复自信呢。对啊。